是，真的不是。不是这个字是吗？不是这班，你去找车长，在那边往那边走。那你去找车长求助啊，要不然你这怎么办？往前走。不是。你忘记说了吗？你做错去找车长帮忙了，要不然你这怎么办？啊，你还这么问？对，你做错了啦。你那不是这班，是问列车长，列他那边的。那个人他做错了。我做什么？他做错了，那也没办法，那你是要停下来的。这样我跟你补充，你到下一站换车，新竹换车，一定要换车，不然我这个车不会到台中哦。然后我起来在哪里？等一下，你下一站你要下去，下去你再问怎么搭。就新竹讲四点十分，他是六，他是六。那我跟你补，现在可以换个钱。我起来下来。现在这一趟的钱，那你清楚你在换车了，你清楚一定要换车了。我换什么？因为这班车不会到你这个地方了。好，你一定要换车。130，钱给我130。麻烦你了。我刚刚上来，他就慌慌张张的，他想说什么？你要坐在那边上，怎么说？不是，那个不是啊，坐错了。坐错了。你坐错了。应该不会影响顾客了。好，谢谢。